太棒了。这么巧，你来干嘛？我去找一个网友，在前面等我。你们约在 Home Depot 见面啊？是怎么约的？对对，等我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睡不着了。哎，你那个累了。小伙伴们，哎呀，今天早上阿果醒得特别早，他说他郁闷，睡不着，胆子丢了。好难过，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破财消灾，替我挡了一灾，日子还是要继续啊。今天礼拜六带客人看房了，待会儿拍房给大家看啊。这一栋这间是非常大的 condo， 在我们小区来说应该是算是比较大的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另外一间我们小区在卖的唯一一间100万以下的独立屋。那个独立屋的面积跟这个 condo 是差不多大的，不过独立屋嘛，有院子有地，而且这间的话地还很大，所以也是比较超值的一个选择。在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另外一组参观的客人来了，络绎不绝啊！这个房子应该很快很快会卖掉了。它在市场上的时间看上去比较久，但是其实是因为它前面有一个月的时间，那个屋主是不让人参观的，他自己还在里面住的时候，他有一定的隐私。那过了一个月之后，他把这个房子布置出来了，他才让别人参观，所以看起来在市场上久了，实际上是非常热门的，非常抢手。现在跟客人一起来到了我们家附近的这个星巴克，坐下来聊一聊。Later. 跟客人聊完天了，现在回来接阿果。我们待会儿准备去一下特斯拉，看一下那个特斯拉三，想省那个10000块钱的个税。另外还要去一下佳能，我的那个之前用的 80D 的镜头摔坏了，你们还记得这件事情，我想还是把它修起来用一下作为备用机。卢卡斯看到我停在门口了，要跟我抱抱亲亲再走啊。好，抱抱亲亲来。哎哎呀，爸爸你去哪里？我去工作。工作。卢卡今天表现特别好是不是？老师是不是说弹得特别好？亲一个来。老师今天弹的好，很好听的。在看电视。那看电视，赶紧去看电视吧。来，女儿。看电视，超原来。这黄大人看都恐怖的，哎，别放这种电视。去吧，拜拜。这个东西。
以后我们上高速开车就没那么辛苦了，我们可以经常跑跑华人区吃好吃的东西啊，喝喝什么米茶啊，你觉得呢？我不太相信他的自动驾驶。OK, thank you, sir. Thank you.我的嘴巴昨天滑雪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缺水还怎么回事，现在好干好痛，然后我现在加了点油又要回到星巴克了，还要见两组客人，一组是买房的客人，他们是先做咨询，完全没有概念，另外一组是我的网友，他跟我约在这里见面，还好像给孩子们带了些礼物。你要跟我一起见网友吗？嗯，是的，我头好痛。好，今天阿果不太舒服，昨天滑雪的时候颈椎受凉了。那你先回去吧，你把车开回去，我直接走回去就行了。回去也好累啊，要带孩子。啊，人活着就累，这没办法。我过去了，拜拜。我这个车加了100块钱的油都没加满，太费油了。我现在在等我的第一波要见面的网友，但是我第二波见面的网友已经到了，在等我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拜拜。聊完第一组客人了，我现在去找第二组客人，他们在这个 Home Depot 的门口，我现在准备带他们去我家。因为他们很喜欢我的儿子跟我女儿，带他们去看看两个宝宝。今天我们订的这个特斯拉3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划算的一笔交易，可以省10000块钱的个税，然后这个车本身也是很便宜的，然后又省油。但是那阿果就很不开心，阿果情绪比较低落，还我说啊，一个特斯拉3可以给我买6个包了呢。我说那你开这个车的时候你怎么不这样想？所以不过我也没拦着他，我说那你喜欢买包你就再买包吧。哎，男人喜欢车，女人喜欢包，分歧啊分歧。这么巧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拍 vlog， 居然遇到你了。去找一个网友，在前面等我。你们约在 Home Depot 见面啊？是怎么约的？对对，等我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Hello。Hello。哎呀。赵成不成？对的，走了，去我家。走。我刚才问赵成有没有开车来，他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是什么故事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本来以为我们的食摊都已经倒好了，但是今天早晨7点多的时候我们起来了，准备睡一个回笼觉，当一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变成15点了。我们约的是2点钟，好吧。啊，就然后我们就快速的洗漱，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搞定这些。一看才3点半，觉得我们约的是4点，所以觉得这个时间是来得及的。结果一出来发现车没了，车没有了，车被拖了，被拖走了。我们停到了一个不是我们的地方。然后那个房东也没写清楚，他说你 can port anywhere， 然后问题是。他的 anywhere 是在那一小块区域前面的 anywhere。 哦，他们的车被拖走了。然后我们淡定的打了个 Uber 就过来了。陆开子，这个叔叔给你带了礼物哦。你的礼物哦，你看一下你喜不喜欢。你的粉丝，你不用开心哦。来，你的粉丝送给他。不用的。对。哇哦。干嘛？不用的，你也有。礼物，你快过来。陆卡斯，你要是他在上面兴奋一会儿。你要是不要的话，我就让叔叔阿姨送给其他人了啊。爸爸，今天我有爸爸带着我今天去学校去了。好，你下来，你看看叔叔阿姨会先给你礼物，你要先接受，然后说谢谢。我的妹妹没有，妹妹也有，妹妹也有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去吧，看看什么礼物。这是河马的河马先生。看你的粉丝对你多好，还把电池买好说的。你跟他说话。他直接逃走了。不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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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妈把盖子给你盖上，等一会儿。
妹妹可强势了，妹妹。太好了，这个东西。哦，这个怎么装进去？忘了跟大家介绍，他们两位是阿里河马生鲜公司的河马先生。好，河马先生，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河马的这个周边产品，非常好玩，自己会走会复读，而且是变声的。啊，他不说话。我是河马先生。我是河马先生。开了。Lucas 是个小坏蛋。奶奶是一大坏蛋。超好玩的玩具，带着玩神器，这样以后他们自己跟这个小河马先生讲话就完了。哎，我换个衣服。这个空间是我们利用率最高的，就二楼这个 loft。我们基本上这个是弹钢琴呀，还有我们的办公，都在这边。是你的粉丝，你知道吗？拜拜。车在哪？新车明天好吗？我要看新车在哪。新车现在没有，明天。拜拜。明天吗？对，明天，明天，嗯。明天吗？你干嘛是今天买了？今天买了，明天送，好吗？啊，送你。明天别人把车送给我们。